见过周深搓澡的样子吗？看看周深给你演示自己搓澡的样子。在央视春晚演唱完《花开忘忧》后，周深受邀参加央视新闻特别节目采访，在直播间，周深说，《花开忘忧》是自己除大鱼练习最多的歌曲。当主持人问深深在哪里练习的时候，周深笑着说，既然是花，肯定要给它浇浇水，肯定是在浴室。然后就开始演示自己是怎么一边洗澡一边练习《花开忘忧》的。周深，我就想问，你这是在洗头吗？怎么只洗脖子呢？哈哈哈。然后就在主持人的带动下开始演绎是怎么搓澡唱歌的，这动作一下就是用毛巾搓的背，哈哈。最后主持人说，立刻就变成舞台剧，不过还真的希望周深能演舞台剧，太期待了。非常赞同主持人说的，喜欢周深的人是跨越了很多年龄层的，从小孩到老人都喜欢他，你说呢？